大家好，这是豹纹电鱼，欢迎大家收看我的频道。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场 NBA 2K17 的街头篮球的一对一的比赛，那么将是由我来操控科比来迎战小皇帝詹姆斯。那么今天让大家看看在街头篮球一对一，科比和詹姆斯到底谁厉害。那么在游戏之前，我想先设置一下，那么比赛的难度给设置为名人堂，看到了吗？名人堂，名人堂也就是最高难度，游戏最高难度，你的电脑 AI 都是最高值。镜头呢，我想选一下边线，我还是喜欢边线。好，那么大家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收看。那么比赛开始，一对一，我来使用科比。詹姆斯来。科比，漂亮！科比转身后仰，一下就有。那么这个科比呢是，我靠，这让小皇帝速度太快了，直接就切进去了。那么这个科比是，零一版的，好漂亮，过人，好。暴扣，科比暴扣，获得第二分。我靠，詹皇果然是名人堂难度，这个电脑张手就有。好，那么继续，科比犯规了。好，那么这个科比是01版的科比，就是奥尼尔大鲨鱼那个年代的。这个科比，好漂亮！我靠，刚才我怎么用的？居然是这个空中的这种停留，哎呀，真是好！这边小皇帝没进，科比抓住时机，科比抓住时机，哇，被创停了。哎呀，被帽了！小皇帝在身材体格上还是占有绝对优势的。我靠，小皇帝啊，小皇帝的身材，当然小皇帝是比科比要高了。小皇帝2米01，科比只有这个科比是1米98，所以小皇帝在身材上是有绝对优势。小皇帝也比科比重，看看，哎，怎么什么情况？哎呀！可惜，这个科比撞在小皇帝身上就被撞停了。哇，张手就有。那么刚才说这个科比是其实是大鲨鱼奥尼尔那个年代，你看他还有头发，有头发的科比，漂亮。那么这个因为2K17里面已经没有科比了，他全新的这个湖人队的。这个名单呢是最新的，最新就是16-17赛季的，所以里面已经没有科比，科比已经退役了，所以只能使大鲨鱼的科比啊，大鲨鱼奥尼尔时代科比来抢断，差一点成功。小皇帝，哇，哎呀，撞不过小皇帝，科比撞不过小皇帝。只有以技巧取胜了，只有以技巧取胜。哎，糟！哎呀，又没进！我靠！三分张手就有啊！这个电脑也太夸张了吧！我靠，又撞停了！完了！现在比分渐渐的拉开，小皇帝已经领先三分，领先四分了。哎呀，怎么老创停啊？走，哎呀，被盖了。好在科比又拿回球，这呀，不行。好一个假动作，晃过科比。
小皇帝，看看科比怎么了？好漂亮！哎呀，詹姆斯犯规。哎呀，好进！我靠，这个最高难度果然是可怕，最高难度果然可怕。电脑的这个太快了，好转身，哎呀，没成功。好，这位小皇帝也没有投进，看看能不能抓住机会，看科比能不能抓住机会。好，哎呀，刚才一个是摆脱了詹姆斯，但是，哎呀，但是没有抓住机会。现在这是15个球啊，大家说是15球，满15个球就能获胜。好，哎，小皇帝又犯规。怎么把球给小皇帝了？好，科比拿的板儿。好漂亮 ，Go！ 好，小皇帝又没有，哎，但是没有板儿。没有抢到板儿，看科比能不能摆脱詹，能不能摆脱詹皇？哎呀，被抢断，被抢断，好漂亮！哇！后仰就有啊，后仰就有，这么严密的防守，后仰也有，不愧是詹皇，好摆脱，漂亮，科比犯规了。看看能不能盯住这次进攻，哎呀，那进去太轻松了。好，走，哇，回来。詹皇也是回敬了一记扣篮，那么还有一分，那么这个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是詹皇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那么看一看最后这个球能不能防住他。看科比能不能再进一个球。哇，詹皇的防守太严密了。我靠，怎么也进不去。头没有。好，冒了。
好，那么詹皇就赢得了这场比赛。那么希望科比的粉丝不要喷我啊！我靠。